好，我们开始上课了。上一次我们讨论完了《温礼记》，《温礼记》后面上第七章的《卜易记》。这个《卜易记》是体现了八法中卜法那一个大法的，但是作为卜法呢，严格讲，在其他相关的各章里呀，有时作为合用的方法。也经常兼用。这一章的方剂呢，它是以补法为主，补法为主。在讲总论一门八法的时候谈到过，补法的分类呢，可以有这个按补气、补血、补阴、补阳这个思路分类，就是按基础物质这个不同的种类的。亏虚来这个补益，也有呢，以脏腑系统来补益，也都补心补肺、补肝、补脾、补肾、补五脏这种结构。我们这个教材呢，是以这个补气、补血、补阴、补阳，同时呢，有气血双补、阴阳双补，这样分成六节。各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呢，包括基础方、代表方、常用方，作为范例了。下面我们看这个第一节补气，因为每一节它在使用上、配伍上有它特点，所以呢，我们在各一节的前面概述呢，简要的提一下这个特点。补气的。这部分方子是针对气虚症，主要针对气虚症。气虚，这个气在人体呢，有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气血聚的气海，也有上气海、下气海之分。所以呢，在我们这里所讲的补气，主要是以这个脾肺气虚特别是脾气虚为中心的后天之气，因为后天之气呢，来源是由脾肺这个化生的水谷精气和吸入的天阳之气结合而成。这个先天之气呢，它由肾精所化，肾精化生肾气。所以这里涉及到的补气，要涉及到相关各章的话，不在这一节讨论后天之气这个补益方法之内。那在后面的相关的补阳的方里呢，要涉及到这个补气的方，它的配伍的基本结构呢，首先是以补气药为主，像人参、黄芪这类补气药为主。常配伍除湿药，因为由于这个气的源头在脾，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而气的源头呢是在脾，而脾的特点呢，它是把水谷精微化生为气血津液。如果说气不足了，运化功能减弱，水反为湿，谷反为滞，水谷不得正常运化，转化为病理产物水湿。所以，既然用补气药是治疗脾气以脾气虚为中心的这类症候，那往往伴随呢脾湿病理产物加有脾湿。所以脾就有喜燥恶湿，喜燥恶湿这个特点。那作为用药来讲，就要配伍一定的除湿药。根据不同的情况呢，补气方剂可以用结合开宣肺气，气行则湿化，配比如讲桔梗一类的，可以用苦燥的。像苍术、白术这苦温燥湿的，
可以在补气健脾的基础上呢，燥湿，去除脾湿，可以用一些方化的药，比如像白蔻、砂仁，对芳香化湿，这个作用。同时，如果这个脾湿，在偏中与中下，特别脾虚以后脾湿下流，那还要通过丹参、利湿、利水，那去除这种病理产物。这除湿药是在补气方里，应该说配的最多的。它既能兼顾病理产物，又能使得你用的这种补气药呢不而不滞，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补气经常配伍行气，行气当然有助于化湿，同时行气可以使补气药呢不而不滞，这是体现了一种通补的方法。因为气具有生举固摄的作用，所以如果气虚到一定程度，往往呢可以产生气机下陷，常见的脾虚下陷这一类。所以呢，在补气方里有时候要配一些呢身体药身体药，像补中益气汤里的生麻柴胡小量的这类的使用，就是说针对气虚引起了气机下陷，要结合一些身体药生阳举陷。补气的配伍方式呢，往往这一类这些多。其他比如还有一些有的气血兼顾了，可以配一点养血药，当归是常配的因为考虑到气血阴阳互根，这也是常用一种方法。前面配除湿行气呢，这是最普遍的，这是补气方的一个基本结构了。补气的代表方、基础方是四君子汤。从结构来看，它虽然不是张仲景的方，但实际上呢，人参、白术甘草、茯苓这几味药的一种组合里边很多这个配伍的基本结构在仲景时代就有了。唐代呢，类似这类的结构更多了，更多了。到合剂局方呢，把它确定下来这个基础方，特别对它的主治的描述这个呢就比较全面，所以奠定了一种对气虚症基础见证、基础病机一种基本治法的一个基础了。这个所以四君子汤在方剂学上，或者在我们这个对补法研究补气的方剂的系列的形成，这是有很重要意义的。因为在《伤寒论》里边呢，典型的一种补气方比较平和的、偏温的、比较平和、温而不燥不热这类方呢，补气方就是说我考虑这个历史上可能有这个传抄这些当中呢丢掉了没这方面反应不突出，因当时在相当于汉代的当时的这个整个文化呀包括社会经济建筑各方面都是按五颗星来布局的话呢，中央这个黄龙应该是类似四君子之类的结构。中央南方这个方位上，这个属火的朱雀是苦寒的，北方真武那是大兴大热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青龙应该温白虎应该凉，等于说这个整个是一个很平衡的。它就没有像四君子汤这样一个方呢，它是属于这个偏温补是补气
而并不温燥的这样一个风，而且形成这样一个五行的中间黄龙这样应该有这种地位的方，所以按照这五脏系统五颗星来布局的话呢，应该是缺了黄龙朱雀了。这个方在宋代把它从大量的方当中类似这种结构当中呢提取出来的，组成个基础方。那四君子它就反映了一个，针对的是基础气虚症，基础气虚症。所以一方考上呢，就把这个基础的气虚症啊，用望闻问切各取一诊来反映它。这实际上也对中医的辨证这个症候规范的古代一种过程。一望它面色萎黄或者萎白，闻诊声低息短，发语声低这个短气了。这个问诊呢，倦怠乏力；这个切诊，脉来虚弱或者脉来虚软；望闻问切各一诊呢，这个相当于一种气虚的基础见证。而这类的气虚基础见证，基本上就是脾肺气虚的基本表现。然后，如果临床反应上，食少便溏为主的，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了，食少便溏为主的，那得脾气虚，就相当于一个，加上食少便溏的脾气虚，基础气虚见证侧重在脾气虚上。如果反映出心气虚不能推啊，不能行血，那个心气虚，不能温养心体了，可以心悸，严重的症重。肺气虚，肺气输布阳气已经到体表，肺气要涉及到个食胃固表的问题，所以反映出这组表现叫自汗恶风，易感风邪，那这是一个种肺气虚的表现。两气不舒、郁郁寡欢，这肝气虚的表现。那肾气呢？肾精所化。那我们后面讲到这个补阴补阳的时候，涉及到肾啊，肾气虚它跟这些不同，它肯定有一个基本的肾虚表现。基本肾虚表现就可以肾主骨啊，要为肾之府啊，可以腰痛脚绕、腰膝酸软这一类。那再加上一种，肾不纳气，忽多稀少，忽多稀少，都反映出一种肾精化生肾气的不足。但肾气还有常见的，比如说它是关门开合，肾气虚以后也可以涉及到肾十二便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一类的是共同的，在这里我们说的气虚，主要是指的以脾肺气虚为代表的一类这个后天气虚。所以，在这个基础气虚症涉及到其他脏腑的具体气虚里呢，脾胃气虚是最基础的历来把这个看作是症型的基础。这个在中医的理论实践中，今后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也是要不断发展的，根据社会经济各种的不同啊，应该不断发展的。古代对脾胃非常重视。现在呢，应该说肺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将来就是说，这个对气虚的常见症型基础啊，脾肺怎么更好结合起来反应？实际上，后天之本，脾肺都是生化系统。
从这个四军食堂的反应的组织，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基础的气虚见证，加脾胃的纳运功能的衰退啊，这两部分构成的。因为从刚才这个表这类推理方法呢，对方剂主治不同脏腑气虚这个主治啊，同学的把握呢，按推理方法容易记忆和理解啊。那这个方它怎么体现出一种治疗基础气虚见证的一种基本的架构呢？功用是益气健脾，当然补气主要，但这个补气呢要结合帮助脾胃运化了。人参作为君药，人参是补气了啊，是补气的一个常用药物，这个能够补脾肺之气，通过补脾肺之气这个后天啊，补益后天的元气了。那白术呢是成药，白术是苦温的，它能够帮助脾胃运化，益气健脾的同时呢可以燥湿啊，擅长于燥湿。和茯苓相配，茯苓是益气健脾呢渗湿，所以白术茯苓相配在仲景时代就是一个基本的除湿的结构，把湿邪从中焦的苦燥，下焦的淡盛。但这里要注意呢，茯苓的淡盛有个特点，利水有个特点，它的起点是在中焦。因为从利湿来说，它的起点在哪里，这个挺要紧的，古人用药上这个也很考虑。你比如说像车前呢、泽泻啦、猪苓啊，这个利水药很多，茯苓也利水。那像泽泻、车前这类是在下焦，车前它也如心经包括木通这一类它以小肠啊，小肠和小肠相比的，小肠膀胱这个起点向下，作用点在下焦，茯苓是在中焦，都是水湿壅滞，都是脾不运湿啊，像脾不运湿和肾气虚、肾阳虚不化气，水湿壅滞在下焦，你通过利水的话，那我们一般要用起点在下焦的啊，特别是有些这个啊，你比如像这个补中啊，这个补中益气汤里边的话，它就不能用茯苓了，脾虚气机下陷，它容易增强下陷这个。那同样像丸带汤这类里边呢，它也有一种气啊，既不能化湿，就随着气陷啊，带下绵绵不绝，量多啊，虚症的。那这个时候已经有湿浊形成，要不要胜利呢？要胜利。那用车前而不用茯苓，茯苓增加它的中焦啊，增加这种脾湿下流气机下陷的一种趋势。所以什么时候用茯苓一类，什么时候用比如像车前泽泻一类啊，这要根据啊整个它重点应当是在哪里开始。而茯苓白术呢两个联合是有较强的除脾湿作用，甘草呢既能帮助人参益气，又能够调和缓和药性，使这个方持久发挥作用。所以这也是很标准的一个君臣佐使啊四味药这个结构，成为了这个补脾益气啊一个兼有呢这个除湿作用的一张基础方剂。这个方理中啊就和理中原有三个药是一样的，人参、白术、甘草了。从作用方面呢，
它都有健脾益气的作用，说功用里都有健脾益气。比较的话，从治法和症候，顺应症候是不同的。从两个方的病机来看，李宗完强调的是中焦虚寒，中焦阳气不足，所以治法方面是温中为主的，用药呢是以干姜为君药的。我们上次讲到李宗完啊，那个方曾经呢有些医家认为人参应该补的做君药，但多数还是认为是干姜，以温中为主的。那以温为主，补为辅，温补结合治疗啊中焦虚寒这种里寒症。而这个四君子汤呢，它是补气为主的，针对症候呢是脾气虚运化乏力，所以益气呢健脾是它的主要的功效。因此用人参、白术、茯苓啊，人参为主，白术、茯苓呢帮助它健运除湿，这样一种基本结构。所以这两个方呢它都是基础方，针对的基础病机和它用药的基本结构啊和功用的主要方面都是不同的。在临床运用方面呢，四君子汤辨证要点应该讲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四个望闻问切各一诊的四个基本见证，应该说是依据了。当然这里呢直接主要反映了脾肺啊，特别脾气虚啊，这个脾气虚运化乏力，所以面白舌少，气短乏力，食淡苔白，脉虚弱。这个随症加减方面实际上结合后面复方啊，因为虚到一定程度啊，它主要体现在脾的运化功能减弱，也能相应产生水湿，湿聚就会成痰啊。那这个痰啊，痰气阻滞啊，中焦呢升降不利，可以有这种呕吐、恶心、胀闷啊。所以呕吐胸啊，胸膈痞满，这里可以半夏陈皮这个结合，在后面六君子汤啊，就这种思路来的。当然，如果说偏心气虚，心悸失眠可以增加养心安神了。这个气虚啊，如果发展到有一定阳虚或者兼有阳虚，也就是说微寒肢冷，四肢不温，食之清冷啊，有寒心收于凝滞，可以有不同程的脘腹疼痛，可以增加姜附了。这是这个常用加减。对这个基础方呢，很重要是掌握一部分常用的加减方复方了。复方一般益功散都是放在第一个。益功散小儿药证是绝上的，它针对小儿气虚啊，脾气虚不运以后产生水湿，很容易阻滞气机，所以反映说脾虚气滞，针对的脾虚气滞症，气机阻滞胸脘，哎，有痞闷，舌少便溏，是概括代表了脾气虚的基本表现。啊，这个方呢是既是常用方，也是一种基础方，就是脾虚基础啊，有气滞从这个方发展来。你比如说脾虚气滞进一步呢，水湿壅滞，湿聚成痰，那就成为六君子汤。哎，六君子汤，这个六君子汤跟香砂六君不同了。六君子汤呢就半夏陈皮加的姜枣啊，那是反映了脾虚湿聚成痰，阻滞气机，可以有胀闷，可以有恶心呕吐，咳嗽有痰啊，咳嗽有痰。如果痰气阻滞比较重，那就
啊，檀溪护节障闷重，胃气上逆可能也可以加重，再加上呢可以有疼痛啊，可能出一些啊胸关有这个疼痛，那可以增加理气化湿，行气止痛。木香砂仁，最早香砂六君子呢，它是一个香附，也最早用香附砂仁，后来呢也用木香砂仁，到目前呢多数用木香砂仁，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演变过程。第二个方子是生灵白术，这个生灵白术散呢是和气局方上的，这个方是个常用方，也就是君子堂为基础的发展出来的常用方。它发展这个方向是脾虚湿盛啊。一般来说脾虚时间都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你看才达到一种形体消瘦啊。就脾虚程度呢，比起一气健脾那个十君长症来讲，脾虚要重，脾湿要盛，也都不能运化水湿，水湿就去搅盛。而以脾湿啊造成的一些泄泻、妇科带下这类呢为主要，当然有些也可以有啊下肢轻微的浮肿啊。但主症第一个它是泄泻，湿盛泄泻，原因是脾虚以后脾湿不化，造成湿较重，这是这个方的特点。表现上除泄泻，妇科也常用了这生灵白术散的特点，乃主基础的脾气虚见症，应该照样存在，而且较重。从实相上来说呢，因为湿重太白腻，脉呢或者软弱虚啊，或者呢缓脉也可以，虚而加湿了，这是生灵白术散症的啊这个症候表现了。而生灵白术散体现的一气健脾和肾湿止泻，它的化湿和利湿力量较大，补气健脾也比在十君祠堂基础上的这个经过加味啊增加了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方呢在临床上用的较多，它是利用十君祠堂做基础的。从组成这个结构来看，人参白术茯苓啊，这个就十君祠堂基本结构加甘草啊，所以这个分析呢，以四君子上这组基本结构可以作为君药啊，君药。也有的方医分析把四君子汤加山药，包括莲肉啊，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组，都有补脾作用。而且山药、莲米呢，本身还有固肾作用，特别山药固肾，它这个。湿很重，败下量多，清晰啊，有这个特点呢，包括脾虚不能运化水过精气以后有水湿下流，要有这种固肾，所以它既健脾益气也有固肾的特点。当然把山药莲米把它看作成药也可以，和扁豆薏仁相结合呢，是增强这种补脾除湿作用，这个成药啊，增加补脾除湿作用。扁豆既能化湿也能利湿，薏仁除了补脾之外呢，利湿为主啊，利湿为主。所以这个君药成药相合，应该说在补气和除湿方面力量大得多了。而且呢，像用山药这一类呢，上可以润肺，中可以补脾，下可以固肾，照顾比较全面了。
这个方里主要看到砂仁和陈皮了，砂仁陈皮都有化湿作用，能够化湿和胃啊，化湿和胃，这个湿邪重，通过淡渗之外呢，理气啊，芳香化湿，而且那个和胃降逆啊，防止气机升降失常。这个桔梗甘草，桔梗在这里呢，两个意义了，一个开宣肺气，本身有助于化湿；一个呢，它可以补脾养肺，是全方补脾养肺、培土生金，在这既是佐药，又是使药，又引经这种啊作用，载药上行了啊，载药上行。这也就是后来这个方常用于小儿啊，常用于小儿这个脾胃虚弱，造成脾肺气虚啊，不能防御外邪，经常反复外感啊，这是个治本之方。这里边的桔梗就起到载药上行，体现这个方可以脾肺同治、培土生金，这是方义分析当中也重点之一了。甘草既是佐药，能够帮助益气，又是使药，调和药性。这个方子呢，可以用汤剂。从传统啊来看，长期用丸剂呢比较多，服用时间较久，疗效才能好，才能巩固。这是这个生灵白术散。我们除了这个用于泄泻以外，啊，还经常妇科的带下量多，病程较长，这个用这个方作为缓治也是常用的。特别小儿的这个反复发作，这种像慢性气管炎这些发作，它特点呢，平时一发作痰量很多，咳喘，反复感冒，这感冒引动啊。一般的开始吃点发作期吃汤要控制，比如说滑盖散啊，有时候结合灵甘五味姜辛啊之类啊，这个配起来表里同治，控制了以后啊，马上配完药。一般最少吃三个月，长的半年。这个因为我们在80年代观察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子，其实这种治法是根本的，很重要的。吹两个月完药以后，他的再感冒啊，再诱发了，这种逐渐少了。所以这类小孩往往是小学读到一二年级，他前头没读书，前一两年幼儿园这就开始有发，哎，而观察呢，小学在一二年级这个时候，啊，用这类丸药给他，如果稳定了，啊，不大发了，后来的这个一直都到中学，甚至于到大学的，他的老毛病就很少了，哎，有这个现象，很小的小孩子。譬如啊，一岁多最经常咳喘这个呢，这个也化水呀，叫家长喂也用这个生灵白术丸，啊，效果没有这个，没有大概像六七岁、七八岁这个时候坚持吃呢，断根以后，自身这个小孩一个生理规律在长的过程中，好像过了这个阶段以后，给控制了，将来这个发作这个就很少。啊，就表虚容易感冒，这个也容易控制。当然这个方呢也有在配丸药时候结合黄芪、生麻这类呢，结合一点生了啊，因为它本身湿盛以后，这种脾湿都是反映在下部带下了泄泻啊，结合一点生啊，
更好一点。在森林白轴伞中，桔梗的配伍意义呢，既能开旋废气除湿，通利水道，废气通畅，废阻速降，水道的通啊，有助于除湿。第二个呢，载药上行，培土生金。临床运用方面呢，要有一组基础的气虚见证，加上湿重、胎逆、脉虚缓，反映的泄泻了，啊，以泄泻这个为主。当然，这个方如果久泻，一般来说呢，可以有气虚涉及到阳虚了。所以表现的久泻，特别儿童啊，消化不好，他可以手足发冷。那一般来说呢，可以干姜、肉桂啊这类适当配伍这个温阳了。而且里边配了以后，实际上跟理中啊结合一并用了。这个七味白术散也是一个小儿药诊直觉上后世也载了很多啊，这个方案是常用的。它在这个健脾益气的基础上，有脾胃虚弱的基础，它是以胃气不和为主，所以反映出来呢呕吐泄泻，实际上从用药来讲，藿香啊、木香啊，都有一定和胃作用。它是健脾气、和胃生津，用了葛根了。生灵白术散是个常用方，补中益气汤呢，既是常用方，又是代表方。前面讲的生灵白术散是一种脾虚湿盛以后，也涉及到一种脾湿下流。啊，脾湿下流这种泄泻带下，我们要讨论的补中益气汤呢，从李东垣他自己所讲有脾湿下流，但这两方治法上是差别很大的，有很多类似症状，但治法上呢差别很大。这个补中益气汤里边呢，整个从病机来看，它气脾虚气陷。这个概念是李东垣啊用生阳举陷治疗脾虚气陷他建立的，但后世的张景岳到张锡纯这啊在他基础上都相应制定了一些方啊，像那个举元煎啦、生陷汤啊，但都一般承认的补中益气汤是在治疗脾虚气陷上啊，是一个开创，在肝温除热法方面的治法上也是个开创奠基。哎，这当中他建立了一个阴火的理论，很多人很重视在研究，但到现在呢没有统一啊，没有统一。所以学习这个方主要是从病机治法的角度来理解它啊，临床的组织和这个方的组成，方的组成，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啊，这个呢作为本科不是讨论的重点。譬如阴火，啊，这个李东垣的书里阴火说的很多，他几本书里到处说到阴火，用它来解释气虚发热，一共说了40多个地方。阴火一看呢，肝火也有，胃火也有，肾火也有，啊，它都叫阴火。这个，所以这个方讲的话，重点是在一个它的主治症候一个病机分析，主治临床运用涉及到哪些方面，它治法里边生阳举陷这种治法的特点和它运用方法，主症的脾虚气陷症。因为气的功能当中啊，五大功能，其中有固摄功能。气陷本质上是一种不固摄，体表啊，表气不固，气不能固摄自害。那和这种，比如说气机下陷以后形成那个泄泻，下陷我们生举，啊，体表失固我们固摄，从力量上，啊。从重的特点上，实际上和气的五大功能中间一个固摄功能都有联系。那补中益气汤，
他说组织症候的病期呢是脾气虚了以后侧重在固摄功能方面的降低啊，固摄能力大大降低。那固摄哪些东西呢？其实他临床组织涉及到固摄气血精液，还包括肾经的精啊，气血精精神以及脏器，这都涉及到这个方运用的话。所以对于补中益气汤的这个主治，第一组必然一组是基础的脾虚健症，食少便溏，少气懒言，体倦肢软，都是一个基础的脾虚见证了啊，包括寐参、萎白或萎黄了，这是一组基础的。再加上呢，我们教材组织里面除了基础脾虚见证之外，它有一种啊气陷有反应，这脏腑啊下垂，人是直立的，它不能固定在一个局部，涉及到一种气机的固摄力量不够，所以包括像啊，这个脱肛，包括啊子宫脱垂，中医过去叫阴挺下脱，妇科啊，像现在胃下垂呢，过去的描述叫万腹坠胀，因为它没有现在能够直接用这个啊X 光看到了，叫万腹坠胀，很多是指的胃下垂，实际脏器下垂了。至于这个气陷之后呢，久泻、久痢、崩漏啊，精啊，涉及到这种不能固摄精液，不能固摄血液，那包括这种皮下出血，补中益气汤经常用于气虚不摄血出现啊，这种皮下出血，现在的血小板减少的紫癜啊，过敏性紫癜啊，用补中益气啊也是很好的。特别小儿在这个方面呢，也有这种脾虚不固这种不摄血这个类型。那作为有补中益气汤症，它可以有啊气短，前面说基础气虚见证啊，气短可以有自汗，自汗也是一种津液不固，可以有啊这个。早上起来一阵头昏啊，血运清阳不升啊，清阳不升，所以它固摄是多个方面的，精神啊，神志疲乏，神志恍惚，它这种身举固摄也能固摄涉及心神，所以说黄子脾虚气陷不能简单看看就是脏腑的下垂啊，或者呢像久泻、久痢、崩漏这个这几样，它是固摄涉及到人体里边的组织的啊，这个失固以后啊不能维持一定部位，不基础物质气血精精神多方面的，所以有两部分构成了。我们教材把气虚下陷失血脏器下垂和这种基础气虚见证并列为三条三个部分，实际上啊应该两个部分。我关于这个气虚发热症，这是历来讨论比较多的啊，李东垣他这种啊虚火虚热把它叫这个阴火，你要一看呢，阴火者心火也，这一段啊他就联系到心。但是再一翻他的四本书啊，脾胃论、医学发明啊、蓝色秘藏、内外伤辩活论，人们往往以内外伤辩活论里提到的一段呢啊，这个脾胃论里也有作为根据，但实际上四本书里他提阴火到处都在说阴火，所以直到现在收集他写阴火的资料越多的话越弄不清他说的什么了。哎，
最后人们概括他讲的比较直接点的呢，它是一种清阳下陷，脾湿下流，郁恶下焦，阳气化火上攻，啊，所以对这个，因为它的引文也不完全统一了，整个里面就是两个意思，最直接来说明的两个意思，一个是脾虚清阳下陷，脾湿随之下流，下焦呢是元气所在的地方，脾湿郁恶下焦，阳气化火上攻。哎，化火上攻，这造成一阵燥热，这种气虚发热。当然，根据他谈的呢，我们现在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脾虚清阳下陷。清阳啊，那脾虚清阳下陷是指的脾的清阳了。脾虚清阳下陷在下焦郁而化热，这提法有点差别，但都跟脾虚啊。水湿啊，脾虚以后脾湿下流，这个有关，郁恶下焦，阳气这种时候化火上攻，一阵的燥热，这样解释的。临床呢现在怎么把握这个呢，啊，这个个人当中有这个体会了，实际上这种燥热都上午发生，活动一下一阵燥热伴随出汗，休息一下好一些，热程度不重，热程度不重，往往呢手心有点热，手背呢不热，所以这个要和那外感发热区别。关于补中益气汤它这个气虚发热症的一个啊这个特点和这个历来一个理论解释问题，好，我们休息啊。